主料：银耳100克，南瓜200克，辅料：红枣、白砂糖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被洗切好南瓜及泡好银耳，将泡好的银耳下到电饭锅中，电饭锅加入适量清水，按煮饭键煮至跳键，再开盖子加入老南瓜，再按煮饭键煮至跳键后，在不开盖子的状态下保温一小时，再加入适量白砂糖就可食用。一碗稠度蛮不错的金针银耳汤完成。烹饪技巧：煮的过程中要注意电饭锅的排水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